下要去看我的小酒，可能要去针灸，已经快一个月了，还没有完全的好，但好的差不多了，但还是去看一下比较放心一点。希望早点能好。郭老师好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说说你。啊、哦，我是打球的时候脚崴到了、然后去医院拍了片，他跟我说是轻微的韧度损伤，偶尔会走路还会有微疼。有点痛。对。来吧，我先给你看。行。主要是这个脚是吧？对，这只脚。然后就告诉我。哇、哦，好疼。哇、哦。不怕扎针是吧？不怕不怕。我给你扎一小针在这。嗯，好。放松。微微握拳。扎过几次，有很多人会比较害怕扎针。对，其实还好。